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5.9，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录制的节目《与幸福有约》，我是主持人吕杰。我们的演播室今天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多伦多佛光山寺的住持永固法师。顾师傅您好。吕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顾师傅您这是远游刚回来哈。确实这趟去了夏威夷佛光山一趟啊，那同行的还有其他36位的团员啊，因为他这趟的主要的活动有两个环节，一个呢是夏威夷佛光山落成开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国际佛光会北美洲的联谊会，那么也很浓缩式的在3天内就完成这个两大环节啊。那么我们是提早一个星期去协助一些工作了，我想也多亏我们这些多伦多的义工菩萨们啊，去做的事情虽然琐琐碎碎，看到就做啊，那总是我想大家也很难得，就是说一来把常住的事情真的是常住第一，自己第二哈，度假都顾不得了啊。那我看他们又花了机票钱，又这个交了旅游费，那但是一听到常住有事呢，他们就调配了一些时间，还是以常住的事情为主，所以多亏他们帮忙，就是当时没有完全按计划的走。有一些人就说他就不去，什么，那个叫什么搭船的那种，什么游啊这些哈，因为我本身去就是为工作去，并没有报这些旅游行程。那么只是看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协助工作，我就很感谢。看着也是他们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在一些 Facebook 啊这些上面呢，经常看他们 post 照片呢，是吗？都是满心的欢喜。这是我看他们真的，我刚刚讲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不分类别，看到就做啊。我看到比如说我们制冰组的 Linda 富师姐，她都快70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节目《奋黑吉早》的节目主持人贝提师姐，他们呢，就看到那个客厅有一些因为工程后有些胶啊粘在上头，他们是蹲着趴着在那个跪着在地上，在那一个点一个点这样子搓啊刷啊这样哦。那像 Amy Show 师姐他们哈，他们也没有做过那种法务啊，就是说那种。榜文啊排位啊这种文书处理工作哈，他也没做过。他们几位呢就在那个夏威夷也蛮热的，但那个小小的地方没有开冷气，大汗淋漓就在那里对准着线在那里贴哈，因为在落成开光这个典礼之后还有举行两场法会，一个是消灾的就是为所有见识护法祈福回向，是药师宝忏的这个礼拜的法会。另外一个是为因为毕竟是一个新建的道场尤其夏威夷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就是一个导火线的一个事件，就珍珠港事件的所在地哦，所以就也为他们办这个堰口超荐法会的，那么所以有很多人就赶快登记了在那里啊，那就我们帮忙写啦，他们帮忙贴啦，这样啊，那他们做一些从来也没做过的事情，就只要用心去做，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好。所以说回到多伦多以后，多伦多各个小组可能有可以 recruit 新的人了。我在机场的时候啊，我就跟他们说谢谢，就回到多伦多的机场，大家在拿到行李要各自要回家，我就跟他们讲说任务圆满，谢谢大家，他们就回答说任务圆满，继续努力。感觉好像是去付出，我又再一次看到每一次这些付出的这些义工们那总是好像感觉他们充电饱饱的，对，而且总是非常欢喜，就是说他做的就是他没有说觉得哎呀我跑来我本来旅游来了我怎么跑来做这个苦力活他没有这么想，我看每个人都是就不管岁数多大他们都能充满热情，然后呢满心欢喜的去做。对，他们反而告诉我，因为我对于他们牺牲自己的假期也缴了费也不一定去旅游等等这些，我也跟他们讲说很抱歉兜了这么多事情让他们挂心协助
他们反而说他们觉得很圆满，就是说一趟出门又可以满他们所愿，看到一弘法师、哦、又可以参加这个夏威夷佛光山的这个祝贺的庆典、哦、那又可以当义工，然后又有的旅游，就是他还是有半日游，或者是说有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当地的，就虽然没有搭船啊，但是就这个海边看看，哎，还是有这样哈、就说其实也有啦啊，就也有观光旅游，也有义工的参与，又可以参加法会啊，又可以参加联谊会，就是佛光会的这个会议，又可以啊参加洛城看。他们说从来没有哪一趟的行程是这么多，对，内容丰富、这么丰富、哦、所以他们反而让我宽心，说就是说他们觉得很好了这样、而且我看还有什么一些联谊会上的节目也蛮精彩的，还有草裙舞啊、那个呢倒是我没想到，这是夏威夷佛光会努力安排的哦，就是它有一个当地的文化特色，那个是在联谊会了、就我刚刚讲两个环节，对，那洛城开光也好，这个消灾或者超荐的法会也好，这是一部分，那之后呢是这个国际佛光会北美洲联谊会，这个是两年举行一次，然后每一次呢就北美洲我们各地大家就开始竞标、啊，到我自己来吧怎么、那这一次大家完全没有异议的，全部都举手赞成给夏威夷去承办，因为他要开光嘛，是这个寺院要落成嘛、哦、那么所以大家都一致的就、支持夏威夷承办、哦、那我们既然投票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要去帮忙、就是支持不是口头，不是举个手就算了哈，我们是真的实际上行动支持去帮忙。那么这个两年一次的联谊会呢，不过附带一提是下一期啊是给温哥华争取去了哦，好啊，那本来那个 Orlando 啊就是那个美国的 Orlando, 美国、南边的佛罗里达州，它有一个世界最大的迪士尼世界，对，在那里他们就怎么争取 啊那但是后来是温哥华争取成功，他们大自然美景是他毕竟联谊会呢跟这个世界大会有点不同，世界大会都在总本山举行、也是两年一次，它错开来的、那么联谊会呢就比较是一半是就是说最新的国际佛光会的一些新的理念，最 update 的最及时的这些理念要宣导，那么其他时间有一半时间其实还是以联谊啊参访啊观光这些为主的、所以参加佛光会真的很多元化很丰富是那么这次在这个会议上、它除了这个议程专题讲演、这些课程培训很集中、就一天、那到了晚上呢就有一个欢送的晚宴哦，那同时就有这一场很特别的文化表演，他把这个演出啊，我听那位会长啊，叫我们都叫他 Miss Lum 哈、他都以英文为主要语言的，是那么他就讲说，这个表演本来是只有一个星期只有三场，那星期天是没有的，我们那天的那个晚宴在星期天，他们特别去交涉。说我们这个是北美洲的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啊、等等啊，那他们也很欢喜、就同意了特别加演一场，他把这个太平洋群岛各个岛屿的文化特色，当然包含他的服装啦舞蹈啦这习俗啦都把它表演出来很丰富很精彩的真的那一天晚上也让人家印象深刻，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到其他地方去观光旅游去看特殊的表演但是就在那一场里头其实整个精华都在那里了，而且是多民族的哈、哎，我因为看过在 Facebook 上有师兄哈他拍这个 post 的照片，我看到有些照片呢是表演者是有华裔的面孔的其实呢夏威夷虽然叫做美国夏威夷的一个州、但其实它是美国最后纳入国土的一个州、那其实夏威夷它在这个可以讲一百多年前它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只是它太美了，那英国啊美国啊一直想要
占为己有、占为己有，他一来他有他一些农产啊这些，那还有他真的太美了、就让人家 很喜欢去、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招来这些、可以讲叫觊觎了、那么后来是美国就占领了他，对、那么所以在那之前他其实都是独立王国、有他的本有的统治者，几代的国王、这些，包含我这趟去才知道，原来我们很习惯当我们在毕业典礼啊，在唱的那个送别的歌曲啊，叫离歌、我是不晓得国内毕业典礼有没有唱歌，我们在台湾呢、到毕业典礼要唱的那一首离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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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一首歌其实就是其中的不知道第几世的公主，她后来成为国王、但是呢她就被软禁在王宫内，她在王宫内所做的曲。哦，是吗？哦，这样是是是，我到 这趟去才知道、听到他们在讲起、就是那总是这么美的一个地方、非常大自然、那看到就是他们的文化表演，同时也知道说哦，原来在夏威夷这个岛上呢，白人面孔啊，美国人白人只占30%，其他都是以亚裔为主的各族裔。亚裔为主、是这个、没想到、然后他所以他在太平洋群岛地区、也很多的族裔都混合在那里、所以我们看他一场表演，我在一边看觉得这个像菲律宾人、这个像日本人、这个应该是华人呢、就这么样看、然后这个是像美国人，这是像那种墨西哥人、这个又像这个本地的这种白人呢、是是，在一个表演里头你就看到这样，对啊、所以看到华人的夏威夷，应该讲华裔的夏威夷人呢、也很普遍，不稀奇。好，师傅，这个我们听了非常的有意思的这个话题，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我们再接着再聊一下 好吗？心量小，烦恼多，痛苦亦多；心量大，喜悦增，福德亦增。您知道中国流传最广的佛经是《般若心经》吗？您知道这部只有260个字的经典意涵吗？多伦多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将于6月16日至18日，一连3天，晚上7:30至9点，在万锦佛光园举行《般若心经》佛学讲座，欢迎大众把握殊胜法缘前来聆听法义。万锦佛光园位于 Woodbine 与 Denison 街口，地址230号 Denison Street。详情请致电9058140465，9058140465，或浏览网站 www.fgs.ca。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听众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节目。
郭师傅，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对，夏威夷之旅。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一些丰富的节目哈，但是其实还有一些除了您讲的这些，很多我们的信众们一起跟去做义工去帮忙哈。但是我们就发现哈，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哈，尤其是跟多伦多有关的几位法师啊。义工法师不用说了，那您带了队去，其实就是帮他的忙。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任住持啊，是是，那您是第二任的，那之后就是觉住法师，我在照片上也看见他了。那还有一位就是我不太熟，但是我经常在总本山的网站上能见到他，那应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师哦。我们的荣师傅啊，荣师傅，慈荣法师，慈荣法师。因为这次呢，荣师傅是专程，真的他的行程那么样的，可以讲密集啊，那么还特别在拨空来，他就是为这个北美洲的联谊会，那么特别来指导。因为他现在荣师傅除了是我们传灯会的执行长之外呢，他也是我们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署理会长，就是说现任的会长是新宝和尚总会长哦，我讲哦。那么过去几届以来一直都是我们的师父上人星云大师哦。那么这一次呢，大师就说真的这个年纪老迈了，是要大家同意真的要交棒哦，所以就交给新宝和尚，这是选举选出的。那么实际上的这个会务的执行面呢，还是由署理会长，那就是由原本的世界总会的秘书长慈荣法师就接任了这个署理会长。所以就荣师傅是代表这个总会长前来，然后秘书长呢，现任的秘书长就是慧传法师。慧传法师呢，他也是总本山的常务副住持，也是总当家，就是我们讲督监院院长慧传法师啊。那另外一起来的还有我们这个慈善院的院长是依来法师，还有海外督监院院长满谦法师。满谦法师那么所以他们几位呢都有一些课程啊，会议的主持啊，还有主题的演说啊，都给大家很多的提携。那在这个会议上，我除了看到说夏威夷佛光会有几位干部都是表现很杰出的，像林会长啦，还有这督导啊，几个组长啊，他们真的很辛苦他们，毕竟他们的这个会员或者说义工人数就没有像我们这个在加拿大华人多啊，他们做来是很辛苦，所以我们都很高兴可以去帮一点忙。那么但另外我看到一个真的是我们的未来与希望啊，就是他们的青年团啊，他们青年团呢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很有心去不管是学佛也好啊，或者说去承担一些任务啊工作啊，真的我看到真的看到青年的那种传承就看到未来的希望很好。他们青年团那个团长叫 Peter， 他是本身是大陆籍，然后在那里读书九年了，现在到硕士一年级，就带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全部都讲英文就只有他因为有这个大陆的背景呢，他就可以讲中文我们还可以沟通很好。那义弘法师他的英文水平怎么样呢？我看他因为周围很多人都要讲英语啊。他现在用英文在办事的。是吗？比在多伦多这个大有进步。是啊。他说他的英文这 push 着他要把他学起来，最主要是有一次过海关，他带了一样什么东西，海关要没收他，他据理力争他说所有的英文都用上之后就他说他必须要有这个工具不然人家不了解啊，就从这样来的。那义弘法师现在近况如何，怎么样身体啊这个各方面呢？他消瘦很多，这个是很多人看到都说很不舍了但他告诉我们其实他是健康的那以前的那种虚胖水肿到了夏威夷反而都消了就健康许多。但是我记得看着义弘法师我觉得也不胖，一直都不是很胖感觉。最早是胖。最早是胖的。当然要讲在山上更早，他在育幼院那里的这是现在差不多恢复那个时候。
哦，那因为我来的比较晚，我见到他是因为他上次回多伦多来办过一次讲座，我见过。那时候我印象里倒是还不错，没有见他胖。这个胖瘦也不是问题哈，健康重要，是很好。我想如果不是他身体稍微好一点，他要承受这么长久来的承担着两个大的活动哦，那么多各地方来的法师们哦，这个我想恐怕吃不消啊。他还可以撑下来，还那么愉快哈。虽然我知道他其实压力很大，对，那这中间有一段我跟他站在一起，不晓得我们要往前走，他突然往后仰，我就又用手从后面扶住他，他就讲没事没事，我当时真是担心了一下啊，但是其他好像都还好，那可能是太累了，太累哈，那他一直很欢喜哦，是很欢喜，我们其实有那么。半日游啊，就是因为他那里有一个特别的文化村啊，就是他叫波西尼亚的一个文化村，那是叫摩门教的一个，好像类似一个大本营啊。那边还有摩门教，而且是很大的，很大的，那整个里面不知道几万人口都是摩门教徒，那所有周边设施都是，那么我们还去跟他们做了一些宗教交流，就是我看他是因为那一次的必须这样交流，所以我们法师们是全部集中坐在一部小巴的上面，二十几位法师同车同行啊，这样那一次大家在车上分享大家的感想，很多人都很感谢一弘法师，因为他发心承担成就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啊，那当然他也很感谢所有不管是师父的指导也好，荣师父的莅临哦，种种的所有这些的因缘，他也讲了很多感谢的话啊。我就觉得说，我们师兄弟啊，其实平常是在北美洲呢，大家都是散居各地，对啊，就分头去推广人间佛教，很不容易哦。我们就同一部车这样哦，那种感觉很好。对，像我们平时这样的经常讲啊，像佛光山就像个大家庭，那不只是我们信众感觉，就是你们法师之间相处好像也是那种感觉哈。其实是更亲的，更亲。我们就是像兄弟，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啊，所以那个，尤其我有时候觉得，哎，一群我们这个兄弟们啊，这个师兄弟在一起哦。大家是共同的学习背景、成长背景，那共同的思想理念，也为同一个目标在努力哦。所以大家聚在一起，我有时候觉得说，哎呀，各个真都是真罗汉哦，哎，各有各的一些特性啊，这些风格，但各个也都是这菩萨心肠，好可爱的，很可爱。那某一些面向当然跟在信徒面前或者法会中是不一样的，有些特别可爱，就我总是觉得在欣赏一幅这种菩萨心肠的罗汉图一样的，对真的很可爱，对，都是一样的这种亲切可爱，但是呢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就像陈会长已经总结过，一弘法师慈悲，那您是智慧，觉出法师他是大度，都是可能各自表现的更加突出的方面哦，这样了，这个也是可能是一些给人的感受哈。那实际上我是觉得说，我们都是在学习中，很欢喜，真的，人家是百年修的同船渡啊，我们呢这个同入一家门，那要更不晓得修多少世的好因好缘，是能够这样子互相在同样的这佛道上啊，那。这个同愿同行，那不管是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在这个佛光大家族里头就觉得特别感受到这一点。那也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在努力当然这次是以北美洲为主了，但是我们的听众呢，就更跨越这个空间的局限哦，在总本山也好，在其他的国家也好都有收到给我们的一些鼓励啊。所以我们如果慢一点挂上网呢，这个录音啊，我们师兄弟还会传来说我们还在等待着与幸福有约，是啊所以我就赶快再 forward 转寄给我们的制作人吴美静居士让他知道哎呀慢了可不行是
所以我们的听众不只是多伦多，是也不止信徒啊，有缘的朋友啊，我们的法师们都会听的，是所以也很好了。这次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夏威夷的这一趟行程，那我们途经就是转机的关系也到了温哥华佛光山，是那温哥华佛光山觉出法师当仁不让，他就安排一日游，让大家又可以参访寺院，又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情况，那佛光会还设宴款待，对，我们听说那个吃的是很好的，因为本身也是佛光人是，他就知道，他还特别到我们分别院去研习过的，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佛光山的朋友都可以，就有缘人都可以叫佛光人，真的很幸福的，就是又可以学习很多。那这个之中其实我一直感受很深的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信仰，尤其这个信仰，来自于佛陀的教导，然后又由大师帮我们整个生活化现代化叫人间佛教，我们真的是何其有幸，我们在一个对的方向，对的方法，然后跟一组真是诸上善人，怎么就是走在这个对的路上，真的是很幸福，有对自己的信仰有正确的认识跟学习，还有产生信仰的力量，正信的力量，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因为我这样眼看的时间这一段差不多了，对，不然我是很想带出，因为我看最近又有一些灾难发生，我每一次看到我都想说，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有信仰的话，让信仰产生力量，在任何的实地任何的空间里，就是你会有力量的这个我想话题就待会儿再说好了。好好，那我们正好也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好，在服务奉献中成就他人，在努力工作中实现自我。您知道中国流传最广的佛经是《般若心经》吗？您知道这部只有260个字的经典意涵吗？多伦多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将于6月16日至18日，一连三天，晚上7:30至9点，在万锦佛光园举行《般若心经》佛学讲座，欢迎大众把握殊胜法缘前来聆听法义。万锦佛光园位于 Woodbine 与 Denison 街口，地址230号 Denison Street。详情请致电9058140465，9058140465，或浏览网站 www.fgs.ca。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9058140465。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郭师傅，我们前两段其实聊的都非常的愉快，因为这个行程本身就是让人透露的喜悦哈，充满那种大自然的能量，对，阳光大海，对然后树木园林大自然 是，但是在结尾的时候您提到最近的灾难，确实这段时间连续哈，不只是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哈，内地啊，都有一些灾难。嗯，那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这个还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当然大自然的反扑，那么当然这个长江的船难，对，真的是很，我们都还不知道原因，但我觉得就不管原因怎么样了哈，就是我们希望往生的人，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他有信仰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能讲说就是说人定胜天，好像人最大，我觉得人再大都大不过大自然，所以 对大自然的敬畏不可以没有，也不可以掉以轻心，那么我们在这里希望就是罹难往生的人真的不要在恐惧之中，希望能够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这个再生的人，除了身体早日康复，心灵啊也要能够得到一个一个平复，一个安定的力量，那么罹难者的家属也是一样的，在这些无以名状的这些悲痛里头，希望可以早日走出这样的伤痛那么如果说大家能够有一种认识就是说其实人的生命我们就是它分两个，它是有两个身跟心一个物质的存在是生理的身体的一个是灵性的心理的这种力量这种精神体所以肉身身体会有老病或者损坏到 不堪使用或者离开我们那它就像衣服旧了破了要换穿新衣服，房子这个破旧了毁损了要搬新家，那么肉体不能用也要换一个那这个精神体是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最伤痛的是说我失去了一个我最亲爱的人或者他就这样子没有预警的什么都来不及，甚至于是在那么愉快的出门，对，可是却本来是旅游，对，却就这样天人永隔那么所以那种悲伤是比一般的你看到他逐渐老，你看到他在这个生病这种情况离开的是不同，这种意外往生是特别痛但是你总要找一个停损点，不能就像无底深渊这样一直在那种悔恨懊恼之中伤痛里头所以找一个停损点告诉自己它不会消失的它只是进行它下一段的旅程，当然下一段的旅程我们希望它引导他们到不管他的信仰，比如说他是相信有天国有天堂，希望他回到主的身边到了天堂，那或者说他没有什么信仰，是民间一般的甚至就比较传统的，那我们一般都引导是倾向于佛教的，就是到极乐世界到一个无忧众苦不再忧悲苦恼的一个最快乐的世界里头我们希望他在那里，我们引导他在那里，我们祝福他在那里所以当你一直这样子想，你就会那个心啊稍微得到一点平定的力量所以这个是我很想借着今天的节目也带出这样的讯息来那另外就是说我在前几天看到这个报纸上头版上写着说像马来西亚的这个地震对就是他们称为神山的山崩这样那个他图板上写的是说因为网络上有人 PO 了说他们有 一些人在那个神山上拍裸体照是那个导游去阻止那他们不听总之就有人就后面就说因为是对这个神灵的不敬引来就是让这个山神震怒了所以就这样子发生这些不幸的山难的事情那么这个又让我想到呢我到夏威夷去的时候我也没有空去参加什么旅游行团我去办事，那开车的年轻人就是我讲的那位 Peter
我问了他几个什么样的听说怎么样的，他其中有一段回答，他说在夏威夷呢有一座山是圣山啊，那很奇妙的事情，他说由不得你不信啊，他说那个山上有个标示牌说这座神圣的山某些地区你不可以去，还有山上的东西你不可以带走，那就有人不信了，他看那石头很美就捡了石头回去，他的上面有警告标语说如果你拿了石头回去你会发生不幸的事他们把它当成是就是吓吓他们的结果呢有一个地区呢是很多世界各国的寄回来的石头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真的带回去真的都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不大不小的都有一些事情发生，他们害怕了就把石头寄回来 还回来了那不管是心理作用呢或者巧合怎么样，总之呢那座山上有很多小石头是由世界各国寄回来的，就比如说像这样也让我想起我看那个有一部印度拍的电影叫三个傻瓜Three Idiots， 那个最后的场景在印度拉达克的一个好美的山上的一个湖，我觉得那个湖美到呢不像是地球上的环境它像天界那么的清净那么的美好，我就忍不住就问如中法师，我们来自印度的法师，我说真有那个地方吗，他说真的那是他们的圣湖，他们呢是不可以把手放到里头去怕弄脏了它，但很可惜拍了那部电影之后人就观光客了，对，人就多了就多了然后就丢了垃圾在里头，哇吓死他们了他们很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政府也大力去维护这个环境所以像这些我觉得我们人对大自然的那种美好真的要有尊重的心保护的心是所以其实像我们老祖宗说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我们很多国人把它当成迷信都不管，就说不管怎么样你信不信你对大自然是一样有敬畏的心理，是你应该尊重这个环境，对讲到这里我想到我们这段是要播一首歌我还特别选了一首在我们年轻人录的那一片叫快乐颂，那个颂是 SONG 的那个歌曲的叫快乐颂那其中的这个第一首歌叫美丽的世界我就觉得借着这一首歌也做一个呼应吧，好那我们欣赏生手，当我心如画工，能画无种种。当受人的尊重，我会笑容。颗善心好心温暖的触碰，平安也有滋味，荣枯本就不完美，在迷雾之间我们应该试着了解时时当心存感谢，有梦就有心
界，时时都心存感谢。有梦就有希望，有爱就没有伤做万种事，可结万人缘；立万种人，能修万种行。您知道中国流传最广的佛经是《般若心经》吗？您知道这部只有260个字的经典意涵吗？多伦多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将于6月16日至18日，一连3天，晚上7:30至9点，在万锦佛光园举行《般若心经》佛学讲座，欢迎大众把握殊胜法缘前来聆听法义。万锦佛光园位于 Woodbine 与 Denison 街口，地址230号 Denison Street。详情请致电9058140465，9058140465，或浏览网站 www.fgs.ca。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9058140465。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郭师傅，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其实最近的一些灾难哈，包括其实也许哈，有些人会认为是迷信，但是就是说有些人把这些灾难跟所谓的一些神明或者一些超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们不一定信哈，但是确实是对环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是啊，所以我想大家真的要有这些环保的意识了。对，那当然，比如说我们明天有个很重要的活动，这在上一期都已经预告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宗教联合祈安法会，还有佛光园游会。那我想宗教联合祈安法会在这个时候好像显得特别的需要，那么除了这是一种宗教和谐的互相尊重的一种体现之外，也借助大家共同的心意，在为这个地球为这个社会来祈求安定，叫祈安，那希望真的大家能够无灾无难，那么但真的除了祈求，我们也必须要真的叫 身体力行、do something，我们不是只有求而已，你拼命的破坏然后再来拼命的祈求，对，这势必事与愿违。是，真的你这样子的祈求，你的心意如此，你的行为就必当如此。所以我想特别在明天的佛光园游会，我要发起一个运动叫做 Zero Waste，零浪费，零浪费就是说你这种东西你要丢掉它，丢掉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往生了，你要结束他的生命，他真的到了寿终的时候吗？那你要去买一样东西来，到底是你想要呢还是你需要呢？如果只是想，你不一定需要嘛，那你就要考虑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别有用途，你拿来只是放着而已，只是满足你的贪欲之心而已，
或者一时的无名而已、哦嗯、那如果是需要的话，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哦，你都不要去用东西，也不是，这是一个消费型的社会，它还是要适度的消费，让它整个经济运作，适度的还是需要的、哦、那么这所谓的适度，这怎么样的是中道啊，就是你用在你需要，你就不会浪费的。对、哎，所以这些，明天会有一个发起啊、哦。那另外就是，我在今天节目最后，我真的就是要拜托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哦，就是，不要再去用这些 bottle water 瓶装水啊、嗯、啊，你像我们进了机场。我们因为过这个 security， 它不可以有带水啊什么的。我们在那之前都把水喝了啊、嗯。我看到有人带了一堆水，然后一罐罐把它丢掉，哇，真是看不下去啊、嗯！怎么一罐罐丢掉？因为他过那个扫描的那一关呢、啊哦，安检呢、啊，安检那一关不可以带水嘛？那他们有一些水呢，瓶装水，他没有喝完、哦，有的甚至于是没开罐，他就往桶子里就丢了，因为不能带啊、嗯嗯。我觉得你要。预算好吗？对啊，那再不就怎么样就把它喝了哦。那但我们过了那个安检之后，进到机场内，我们要买水，不然你飞机上我们长途飞行，总要准备一点水哦。对。那么那个时候去买瓶装水，那就是为了不得不去买的啊、嗯。那么但平常时最好哦，像我们这次原油会啊，特别就没有再提供瓶装水了哦，都是用那种大桶的。那种大桶的水，只是发现我们用了两年呢，大家不太习惯用那个压缩的那个压的那个压力推出那个水、嗯、不太会用那个东西，我们就用了 那种直接扭转的扭转、哦那种开关的啊，让大家方便啊、嗯、那你要自己带自己的水瓶来对这样哦啊，当然有一个卫生问题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个你的喝的口不要套到人家那个对那个水，是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文明常识、哦、我觉得 哦我因为听到义工在反映说有人这样套上去、他赶快去擦一擦、消毒一下哦，哎，这个是要有点距离让水流进去就好、哦、那我想我们慢慢学习对、我们不停的宣导不停的带动、那我们也希望 扩大这样子的影响力哦，让大家带回自己的水瓶来装水喝哦，那还有你带回自己的这个容器啊容器对 container 哦，为了鼓励大家呢、就是还有抽奖原优惠的这个点券本身已经有抽奖是啊，机票啊 iPad 啊、哦嗯、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设一个推展环保的一个摊位、叫 Learning Garden、学习园地啦、就怎么栽种啊怎么使用这些，就是这些瓶瓶罐罐你不要丢，你把它经过一些处理它怎么帮助你可以再怎么样、有用的、那么如果你就是说你带回自己的这个容器去购买原油会我们好几百种食物嘛哦对你比如说最受欢迎我假设讲哦这个比较面线糊啊杨枝甘露啊炒米粉啊这些哈、假设你买三碗你拿你的锅子回来装啊、你三碗他就给你三张抽奖的 coupon 啊、那么你去抽奖呢脚踏车啦太阳能板啦就是小一点的奖也有那种花园里头那个接雨水的桶子啊、那个要好几十块耶是是脚踏车好几百块耶是那是太阳能板也是耶、那就是跟环保有关的奖品，当然还有我还请书局那边准备那个环保碗环保筷环保杯的那个礼盒组一套的哦嗯如果没带可以在那边买那边现场当然另外也有卖了对但那个是for抽奖的哦for抽奖的啊、我们准备了这样总共这个抽奖品也很丰富很丰富好几十份哦原油会抽奖已经有100多份了那这个环保的这个抽奖少说也50份啊、所以就是当然其他的都还有小奖啊这个环保袋你没有抽中的都可以去送给大家环保袋、去用、那总是用意也不是说就有什么便宜可占不是这个意思、鼓励大家、拜托大家、这个帮帮忙帮帮地球的忙、其实说帮地球也帮我们自己嘛、
其实像刚才您提到的瓶装水啊，其实据我所知哈，这个瓶装水其实也并不健康，也不建议大家多喝。因为后来我听到以前看过一些讲座，就讲的他们专门去测过这个水质，发现其实瓶装水大部分的瓶装水市面上一般的瓶装水啊，它那个水质是很不好的，其实反而还不如你自来水管的这个水管，你自己把水煮开了然后喝那个开过的水啊，比这个瓶装水好。对， 所以为着自己的健康的种种这个考量了，我是想借着明天这个佛光园游会这么几千人回来，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带动一个呼吁，那么希望大家也共同响应，把这个环保我们尽己所能。虽然有些人讲说哇，那我要带好多的这些瓶瓶罐罐很重哦，不方便哦，对，环保 你就要心理准备，它就是不方便。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灾难，不都是因为从方便，或者说有什么利益可图然后造成的吗？那些拍照的人拍裸照，在这种人家讲不可以，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在圣山也好，圣湖也好，这些地方其实它就为了出名吧，何必为了贪图自己的什么。就像刚刚录音前我听到女杰你说， 有人跑到故宫，对，拍裸照。而且是对这些古物，我觉得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安大略省的那个皇家博物馆，他们因为邀请这个中国，他是来自四川吧，三星堆啊，三千年的出土古物，到我们皇家博物馆展出，特别邀请我们去为这些出土的古物做一个祈福典礼耶。 我当时就决定，哎呀，我在用那个水陆法会的六成供，怎么样来礼赞，然后洒净等等，就是我们都那么样的，那么觉得这些人类的这种文明，人类的文化是这么值，就是必须是要去尊重的。在这样远古的文明前，我们是多么的卑微。是觉得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但现在人的那种愚痴，哎，我觉得百无禁忌，其实哗众取宠用这种方式想要引起人家的注意，我觉得人家是不会尊重你，反而是觉得你是不文明的，是不明理的，真是不好。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自己有不当的这些 要修正，真的我们讲叫要忏悔，你要知错，然后学习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重整个的文明传承，尊重整个大自然。对，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来讲，因为大家的众所周知哈，都经过一些十年浩劫的影响哈，对大家的一些价值观其实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现在最近呢，我就发现哈，像我出国这些年哈，最近感觉到就是 这个文化传统在回归，包括像儒家文化这些讲座也好，在弟子规的开办呢，很多在大陆的也是非常的实行。然后呢，就包括这次长江遇难哈，他最近在之后，他们在做头七的祭奠。这以前头七这种说法我从来没有见在这种官网上面讲过，可是现在是正式的提出来了。包括习近平主席说这个 佛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这个我觉得领导人会讲这样的话真是很了不起，就很开明的。这方面的话题我想我们可以预约一下下一期我们来谈一谈。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文物啊文明啊，我就想到前几天吧，在就是在总本山进行一场典礼叫今生何必佛光普照。 那就是这个因为讲起来需要一点时间，我想我们不够，我们就留到下一期再跟大家做一些说明。那我这个时间最后我还是要邀请大家，就是因为除了明天6月14号是我们的宗教联合祈安以及佛光园游会的这个活动要举行，那另外呢忙完园游会还是要精进学佛，那所以6月16号、17号、18号
这三天啊，我到 Denison 230的万景佛光园，在晚上的7点半到9点、我分这三天呢，要为大家来讲说《波蕊心经》有这三天的佛学讲座啊。那么希望这三天帮大家介绍《波蕊心经》的主要内容跟意涵，那还有它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理解后，它跟我们什么关系？你怎么样去活用它？我希望是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接受邀请，到佛光园来一起听讲。是，好，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啊，要把握住因缘啊，把握当下。那么16、17、18三天，晚上7点半，在佛光园参加这个佛学讲座。好，节目的尾声，我还是公布一下佛光山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电话是9058140465，9058140465。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ca。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注意倾听，不止增加见识，而且受人欢迎；用心办事，不止增加力量，而且容易成功。您知道中国流传最广的佛经是《般若心经》吗？您知道这部只有260个字的经典意涵吗？多伦多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将于6月16日至18日，一连三天，晚上7点半至9点，在万锦佛光园举行《般若心经》佛学讲座，欢迎大众把握殊胜法缘前来聆听法义。万锦佛光园位于 Woodbine 与 Denison 街口，地址230号 Denison Street。详情请致电9058140465，9058140465，或浏览网站 www.fgs.ca。星云大师开创的多伦多佛光山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l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9058140465。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共同制作，佛光山佛光会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